哎，你要去帮我妈推啊？对啊，你就推女儿公平啊，对。推了李太太也要去推陈太太。对对对对，哇！我不能推啦，我怕如果是贞姐的话，一推身子断掉了。今天不会饿，今天就沿路走，沿路吃，喝点热茶啦，喝，搞点几杯酒。